今天有位道友提出来，虽败不关，总是不容易关得起来，反而觉得关佛像容易。这个问题啊，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正好讲到这里，等一下可以做经过的结论啊。今天要讲的是《禅密要法》第三卷，《禅密要法》第三卷啊，正好讲到观想这个佛，观想佛的正盖的这个禅定的说法，那么也包括了禅定这个净土，包括了密宗，密宗的修净土念佛的方法，有一种是弥陀佛的修法，那么是观想。这个里面也分两种，弥陀佛的修法有东弥的，就是流传在日本这个高野山的，用我们中国过去的保留在那里一种修法，一种是藏密西藏密宗的修法。西藏密宗修法大部分啊，弥陀修法念佛同这个长寿佛的修法要连起来，如果两个不配合啊，光修弥陀佛的修法，这个人很容易修成功，就像离开这个世界马上就走了，因此要把它拉回来，再加上一个长寿佛的修法，那么也可以即使可以往生了，即使可以留在这个世界。实际上呢，这个修法的组织的系统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亲自所讲的禅密要法第三卷念佛法门，这个系统是一个东西。不过在我们开讲这一个方法之前，有一个问题要解决的啊，也就是我们这方丈和尚前几天提出来的啊，我们老和尚提出来，中国的禅宗赵州和尚是归他，有人在我禅堂里啊念一声佛号，挑水要他罚他挑水十三天的禅堂，就这句话。赵州和尚是唐末五代之间的这个人啊，禅宗的，所以赵州和尚啊，八十有神咒，年纪到八十岁了，到外面到去参学。人家问他，为什么你到八十岁，难道你悟的道不对，修的道不对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只为因为没有打成一片。怎么叫没有打成一片？有些人在修行，可以成佛，没有办法成魔。怎么讲呢？可以出世，走清高的路线。没有办法做事，把圣人变成圣人的正盖，而行动上啊已经很频繁，自己没有圣人的气味，这个所以呢一个代号就叫做可以入佛也可以入魔。有些修行人可以在清净的道场上中修道，没有办法入世做人做事，那么所以叫做不能打成一片的道理。赵州是有清楚，他说只为没有打成一片，这是赵州古人谦虚的话。我们看了古人的许多东西啊，有许多话不一定对，是狂妄的，讲笑话；有许多话他是谦虚的。那么因为赵州古人的名气与他的影响之大，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有人在我禅堂里念一声佛号，要他烧水洗三天禅堂。因此啊，后世禅宗跟净土呢，几乎比两个最火的，所以说存在的存在过来。他们一人啊，到是净土等听到禅宗啊，是这个样子，绝对是太可怕了啊，太狂妄。事实上啊，这一句话绕住这一句，好像这一句话有个最大的秘密，现在从来也没有人提出来过。
陈院长提出提这个问题也很多啊，答案很少。像我们把这个谜要解开了，这是的。啊，这谜是什么谜呢？到时候和尚绝对赞成念佛的。这么说，大家因为不懂造就和尚这个话，说禅宗的禅堂啊，过去从唐代白藏禅师以后，禅堂里头没有供的佛像，不准供像。因为护法僧三宝，当时的当代的大和尚方丈，就是禅堂堂主，代表现在的佛，三宝合一，必须要证悟道的人来主持这个禅堂堂主，也必须是这个庙上的大方丈。他本身啊，即使他证悟成就的人，念念在净土中，本身就是佛，无人学的，只不过一向过来到念念以后是不爱家念超脱念头上说净土道，他们所以呢，卫生禅堂本身就是净土，在禅堂里的修行中，他本身已经达到了心念清净的净土境界。这本身一正净土上，净的上面加一点灰尘过来脏了，加一点黄脏了，不能加一点东西。所以说，在禅堂本身就是净土，就与西方极乐净土啊念念相应的。那么还在哪里啊？自己信心不够，加一句佛号，所以不是该跑，是这个。那么在这么一步的道理呢，所以真的到了禅堂正改了，在卫生净土中啊，只顾还有起心动念善乱场，那些的法要赶出这场来。所以照着和尚的道理，他禅宗人讲话往往歇后语很多，歇后语讲一半，你自己要自会去了解。因此说这本啊是战群灭夫，这才是真正净土的正改。这个距离赵州不到一百年之间，所以禅宗另外一个大师宋代的永明寿禅师，那么他是专门以禅为主，来是提倡念佛的。这个讲义两边发一下，所以他就做了这个四个阶子，这要命的永明寿禅师四阶子啊，是连带这个赵州的边缘来的。因为唐代以来，这个就禅宗的路线很多，咱们也发现一个什么呢？不稳当。有一点道理，自己认为啊成佛了，那么变成狂禅了。所以到了永明寿禅师手里，他知道台湾根本是第一趟禅定狂修的，所以啊，他的节制四个节啊。有禅无净土，十人走错路，十个人九个人走错了路。因正如现前，十二日他去。平常做到念头很清净，说五阴正改现前的话时候，这快要四大风沙要死的时候，等到清净的正改完全没有了。这个时候啊，莫名其妙就随年里切走了。啊，这个禅是不到家的禅。就禅定修不到家的，是没有用的。所以无禅有净土，那如此啊，干脆还是专修净土念佛。没有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事，大家弥陀的何愁不开悟啊？啊，后面没有讲，后面老和尚那里，有啊，有净土，就是现世为人是来生做佛祖。无禅无净土啊，铁窗跟铜柱，这个铜字写啊用错了，写钢字啊，铁窗跟铜柱，外界与切身啊，莫个人依附，就是这个，他是提倡要明的永明咒禅师啊，禅定双修这个阶子。那么这里所讲的禅呢，不足以代表真正的全体的禅宗，而讲禅定。禅定跟禅宗要分别啊，譬如我们现在讲的是禅定要法是属于禅定，禅定是的啊，或者参禅宗的偶然得到一点清净证啊，偶然得到往下说了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什么都不是，那是你健康的时候啊。那么如果发烧的时候，烧还是烧，痛还是痛啊，你也是见痛不是痛，
发烧不是烧，那差不多了。啊，这个发烧还是烧，哎呦还是痛，那可不中。所以还是把握有念去修。所以赵州湖南那一句话真正讲的是修净土，并不是反对净土。这个奥秘的地方我们需要了解。这个所以啊，宋代一位居士啊，这位李宗旭居士，宋朝一个驸马，是驸马在上宫举的历史呢。上宫举就是皇帝的小姐嫁给他啊，那驸马是千古以来很难做的，这个做皇帝女士也很好，很饱满。这个因此他是修佛，从禅宗开悟了。他有几句话很重要啊，修道须是天汉，一个修道的人啊，必须要修道须是天汉。左手心头别判，啊，这个是非一到手啊，那，啊是非，啊必妙种的，讲堂的必妙种的那个字，啊那不管了，啊只去无相菩提，一切是非莫管，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些知见一到手里啊要分辨的清楚，这个等一下补好了啊。这个正好碰到这个课，佛念佛就是佛亲口说的非常重要，但是我们要记啊，要前面18层次序百骨观都修好，到现在第19个法门真正修到就是念佛的观想法，那是万修万大，非常稳当。念佛的观法什么观法？我们先看原文啊。嗯，念吧。嗯。如是我一时不住舍卫国奇数及孤独园，尔时世尊与1250比丘聚。是时会中有一比丘名禅难提，余身禅定久已通达。我们注意啊，这一位弟子，我当时问提出问题的这个弟子，他本身已经禅定很高。啊，本身禅定已经很高深了啊，已经得成了，成得阿罗汉果了。三明六通具八佛，即从坐起，正衣服，插手长跪而佛言：“如来，今者现在世间立安一切，佛灭度后，佛不现在，诸四部都有者，若现时境界不现在前，如是倒离一切罪犯。”突击罗乃至重罪欲忏悔者，当云何灭世诸罪相？若复有人杀生邪见欲修正念，当云何邪见杀生恶烦恼障作事于你？好，那就请你等一下啊，现在有个问题啊，第19个修念佛观的法门的修法是这位禅难提，这位真正是佛的弟子，而且当场他本身已经正在阿罗汉果神通具足，一切都解脱了，他不为自己，为后世人着想，他向释迦牟尼问一个问题，他说现在你还在世界啊，肉体还在世界能够说话，那么大家跟着你说啊，得到利益，假设你过世了以后，将来有些人啊，一个重点你注意，有孽障者，念力的障碍，修持念力障碍非常深，熄灭要想成顿的时候啊，啊妄念断不了，思想妄念断不了，正盖不现，所以关白骨也关不起来，这个大家都有经验啊，常常怎么关也关不起来，就是说孽障深重，所以正盖不现前，即使如实这个样子，烦恼妄念思想烦恼太多的人，乃至罪孽很重，孽障不一定是罪孽，这个人福报很大，事情很多，很烦，管的事情很多，就是善的孽障。坏的一方面呢，过去犯罪错误的恶孽障太多，犯出击路成的债率，所以这种债率等于犯了根本大债，在福的修持人的集团里头要赶出去啊！他说犯根本大债乃至有更重的罪孽的
想求忏悔的人，忏悔罪孽，应该就慢灭除这个罪孽。这个上层的空白还有两边，上面关没有，好像空气这样恐怕不行了，人太多。嗯，四道打开中间一点点，哎，你来爬山，你们两位去了管一下，他们不熟练。嗯，对吧？是怎么样能够忏悔？你就不是为了要打开调整，嗯。还有人在拿杀生的罪、邪戒的罪，杀生邪戒多了，正念提不起来，就是邪戒啊，就是观念思想问题，走错了路，那么正念提不起来，组合去掉了这些罪障，而能够修持观想啊，正念归现前。外面有没有开？关里面就开了，空气不对了，我不行啊。你们这个啊，事先要准备好。黑板呢？黑板粉笔啊。这个心体啊，我们这是我们现在碰上，很多人就观想观不起来，什么原因呢？烦恼的障碍重，是吧？随便提出来重复一下，使大家注意。做事于已，如大山崩，五体投地，顶礼佛足，复国佛言：唯愿世尊为我解说，令未来世一切众生恒得正念，不离贤圣。尔时世尊犹如慈父安慰子道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如行慈心，与慈俱生，今具大悲无漏根力，绝道成就。如于今日为未来世一切众生问除罪法，谛听谛听，善现人。时世尊即放顶光，此光金色，有五百化佛绕佛七匝，照其陀林，亦作七色，亦作金色，现此相已，还从文入。好，请停一下啊！现在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问题，就同修法有关系的啊。我经常问许多同学们一个问题啊，冷面经常有三次不同的时间，一次是顶上放光，是面前放，一次是胸口放光，就代表了什么？这大家要特别注意。那么大家要念着冷面经啊，你看他在说话说哪一种问题的时候再放这种光面，而那一个问题放的部位为什么不同？这个是修行啊，事项上值得注意。现在不要说观想念佛法门，是从头顶上放光，你注意啊，这个不是普通讲空了，就是每个地方都讲到事项，要顶顶头顶上放光以后，他就照遍了这个五百位化佛，这个正在扩展的很大，最后通通的光从哪里入啊？后面的骨头枕骨，后脑的枕骨再收回来，千万注意这个问题啊！就是修这一个念佛法门，我们都晓得修到念佛法门，最后一个人要死的时候，灵命终是要走，从头顶走。最好往生的路，这个头顶啊，以自己的头发为标准，每个人头发不同啊，自己前额的头发为标准，四个指头，自己这个前额外这个四指头平放下去，这里是自己的顶，每个人不同，有人头发矮头长的头发到这里开始，那这个顶就到达了这里。那么在这一个，这个是顶，这个是顶呢，普通我们真就走中国人打算呢不要写发给啊，这可以真就这个是往生法的钥匙，到了地方这个顶是开的，开开那个地方这里有一个孔啊，所以什么价钱可以加。那么修持到了这个时候，顶骨是开的，几乎有一点像婴儿那个生下来要跳动，所以呀、往生的时候多半下头的这一路走，
但是这个要相当修持的人功力深一点而已。那么还有往生七路呢，就是靠这个后面一点，还有个邪道。所以我们摸自己的头骨，有些呢很明显，这两个骨头啊中间有一条绕啊，有一条桥一样，一个坑还下去，这个地方顶过来才走。所以这个顶过呢跟修持的关系非常大。佛在经典上啊已经把秘密给我们，生理上的秘密给我们透露出来，没有明确告诉我们，但是要注意这一段。所以他这个光是从顶上出去，出去以后两个路线回来啊，从这个后枕骨这里再进入自己的身体，这个要注意的。好，现在你继续念。尔时世尊告禅难提及赤阿难，汝等当教未来众生罪业多者，为除罪故教使念佛，以念佛故除诸业障报障烦恼障。念佛者当先端坐，插手闭眼，举舌向额，一心细念，心心相助，使不分散。心既定矣，先当观相，观相者当其想念于前地，即使白净，取相长短臂方二丈，亦使明镜，犹如明镜。见前地矣，见左边地亦使明镜，见右边地亦使明镜，即见后地亦使明镜，使四方地悉平如掌，其一方各作二丈地响，即使明镜。地既明矣，还当先等一下啊，这是一个秘法方法啊，佛教呢不凡，先做准备练练头啊，多用这个能够禅的方法做再好。插手闭眼，所谓插手就是合掌啊，就是合掌。佛经呢经常讲插手并不是这样啊，那么我们讲插手啊，也不是这样啊，那打架的插手啊，这个插手是合掌啊，所谓插手而会是合掌，闭到眼睛，就是舌头注意啊，下上颚，上面口腔，这个上面口腔的两个门牙的后面，这个地方啊，有个穴道，一个穴道通这个脑下垂体的，这个穴道，有时候针灸还可以在这里打针，啊，这个地方上颚很重要。那么这个姿势做好了，叫吸念。吸念，以身吸念，心心相助，然后念佛。你念佛啊，并没有善乱生，并不是不善乱，有善乱。不过一个念头一个念头说心心相助，就是一念一念，一波浪一波浪一波浪，一句继续啊，心心相助，慢慢练习到不分散。需要第一步做到这样念佛啊。他并没有叫你念阿弥陀佛，还是哪个佛都不管，你只是说你喜欢做阿弥陀佛的忙碌，喜欢都是观念佛忙碌也可以，东南西北四方都有佛，你念弥勒菩萨也可以啊。这个他没有给你规定，这叫念佛的念的心，念不是嘴里念，思念这个念，先把心念定了以后去观，先到观相。你把佛的影像啊、画像也好、塑像，在美中的手法呢，我告诉过大家的。假定你自己一个专修的地方，自己打坐位置在这里，你要一个非常你认为最好的佛像，一切都合于规矩的，摆的刚刚是你眼睛看到的平坐，相对而坐啊。那么你观这个佛像啊，已经在眼睛普通的意识上，眼睛这个影像很深了，所以你开眼闭眼这个影像始终存在，这叫做啊，先有分别影像观起，有分别的影像观起啊，有分别影像。那么他观想的时候呢，这个念佛的法门你要去思想念这个佛像，这个啊，下面为什么说呢？我们坐在那里再讲到啊，好了，那些事都做好，一点好歹也可以，这点也可以，
一定要呢，你否定是右手在打，左手在上相反。跟我们平常啊，三昧印相反，三昧印左手在下，右手在上。我给诸位了方向相反啊，要注意啊。这个念佛的手印呢，右手在下，左手在上。这个当然这样也可以。这样心念，心念也叫余心念，余念诵啊，这个余念都做好了吧？要起观的作用，起观的作用呢，在内中起观呢，专门要一个坛场，一个厨房。再好的环境啊，就这个像。官方很严重啊，这个行业要挨定的，这里前面是两丈远，四面都两丈，乃至一切都是干净，不能够有一点杂色。最好是什么玻璃，生玻璃，但是假设四面玻璃，上面也是玻璃啊，这么盖一个房子，下面也是玻璃。你这里要被打坐的位置坐在这里，前面要放三眼佛，有个红脸都在问你，于是你到西天你就指掉他，这里不要，你就不走了，很能走。所以啊，平常啊，没法来都不教你这个方法，要一般没有这个定力，你不相信可以自己做一个实验，一个大的圈一圈你摆到，你在那里看上一个钟头看自己啊，你人都会看着自己，好像精神分裂开了一样。分离不是分裂，这种身体，所以有这个很快捷的念佛往生的法门啊，这就不可能的。我叫他这个高明的自杀方法，坐在那个里头一念佛啊，他马上自己跑掉了啊，可以离开。可是你平常没有修持，没有定力啊，非常危险啊。要提醒我些好的坏的都告诉大家，这些都。那打坐在这里，这个两个眼睛不是平时啊，把佛像看惯了，两个眼睛看到半开半闭，看到前面这个地，那么干净的是正地，有两丈见方，那得用意念观想前面的地啊，完全变成净土，净土正改玻璃为地。所谓玻璃为地，我们看阿弥陀经量也讲西方极乐世界以玻璃为地，我们大家有个观念，一想到玻璃为地啊，大概我们身处玻璃工厂出来的玻璃啊，或者是外国来的是意大利来的水晶玻璃，这观念已经错了。所谓玻璃为地，那世界的玻璃就比方就那么明净透明，结果我们心念里头还有世界的这个玻璃的观念，这个已经不定了，不是净土，特别要注意啊，这是个比喻。所以啊，要念到观前面的地空灵，非常宁静，要是宁静可以照见自己，那么一念观清楚了，这个正感现前了，心正非常清明，这四方面都有了，是这个道理啊，你再念啊。地既明矣，还当摄心观于前地作莲花想，其花千叶七宝庄严，复当作一丈六金像想，令此金像结跏趺坐作莲花上，见此像矣，应当闭观顶上肉髻，见顶上肉髻法干青色，一一法舒长丈三，还放之时。这都是观复像了啊，我就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观来，
这个我想我不要补充了啊，就看原文。右旋婉转，有琉璃光住佛顶上，如是一一孔，一一毛旋生，观八万四千毛皆使了了，见此事已，次观相面，相面圆满如十五日月，微光一显，分其分明，复观额广平正，眉间毫像白如科学，如玻璃珠右旋婉转，复观相鼻如柱金挺似，如柱金挺似鹰王嘴，当于面门，复观相口唇色赤好，如频婆罗果，次观相齿，口四十尺方白齐平，齿上有印，印中出光如白珍珠，齿间红色流出红光，次观相颈如琉璃筒显发金颜，次观相胸得字万字，众相印中即令分明，印印出光五色具足，次观佛像背如象狼鼻，柔软可爱，次观像手十指参差不失其所，手内外握上生毛，毛膝上泥如赤铜爪，爪上金，爪内红色如赤铜山，与此金合，次观合曼掌犹如鹅王，疏时则现似珍珠网，射手不见，观像手矣，次观像身方坐安隐如真金山，不前不却中坐，不前不却中坐得所，复观相境如鹿王踹拥直满直圆满，次观足夫平满安详，足下莲花千斧具足，足上生毛如干琉璃，毛皆上泥，脚趾齐整参差得中，爪色赤铜，与脚趾端亦有千斧相轮，脚趾网间犹如螺纹似燕王角，如是诸事给予身光圆光相光，光有化佛，诸大比丘众化菩萨，如是化人如旋火轮，旋逐光走，如是逆观者从足逆观乃至顶级，顺观者从顶、这里要等一下啊，刚才下面讲的一路观佛像观下来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，所以我不补充了啊，都有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在普通的，所以在西藏的一般说明的人出家人差不多七八岁起，第一个休息啊，就是画佛像，或者塑佛像，所以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已经很熟了，所以做观想的时候一观就观下来，所以观敏捷就是这里啊，白毫光一条白毛是转拢来抽结拢来，就是我们塑的佛像再来看一颗珠子，像印度人的装饰品那个道理是一样啊，这个敏捷白毫光也代表一个修持的人有相当的有成就，他敏捷这里自然放光啊，自然有亮光出来的，是个远光。那么有些真正的眼通啊，所以普通现在讲第三只眼，管他第三只第四只你不要管了啊，所以天眼通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的气脉一定打开了，一定打开了的时候一定是有光的，这个敏捷白毫光。那么普通教我们观法从上面从佛的头上观下来，但是这里有个重要的话不一定啊，他说如是逆观也可以中带过观养先要佛的肚子头关系，刚才来的次数是从顶这里关系，就是顶楼修好了这个佛啊，这里有个肉头就是拱出来的啊，一路观下来也可以动带不观样从脚趾头观上来，注意这样啊，这不一定，就看你自己观法。那么为什么不告诉你，有一个道理的啊，这个就是修持啊，所谓知识知量四个字最重要，看自己的应用，知识知量，比如一个人年纪大了，现在开始修复，发现自己血压高，血压很高，做这个观想很严重了，那要怎么观起呢？可以先观桌子头开始，你转着没有问题，
啊。那么譬如有些人血压特别低，特别低，那可以从顶上肉质灌下来。那么这个也不癌症，我那么告诉大家也不是癌症啊。第一要自己修行，知识资料你晓得，吃念下来觉得这样修持对我很熟练一条路线，你叫那个路线走啊。总而言之，任何的修法对了的时候，对身心啊都有特别的舒适的感受，不对的等于吃药一样，吃不对了以后更难过，你赶快要调方法，要注意这一点啊。啊，这一点啊，这个道家的比方很对，这就叫做火候，那个煮菜煮饭一样，告诉你饭是怎么煮，这个饭呢怎么煮的刚好，或者我要嫩一点，我要软一点，这个火候到什么程度为止，靠你自己的经验啊。等我补充的就是这个道理啊。现在叫逆观，倒着来观啊。逆观乃是顶局，由脚起观到头顶啊。顺观者从顶至足，如是观相，使心分明，专见一佛相，见一相已，复当更观，得见二相，见二佛相时，使佛相身成琉璃，出众色光焰，出众色光，艳艳相似，如烧金山，化相无数。见二相已，复见三相，见三相已，复见四相，见四相已，复见五相，见五相已，乃至见十相，见十相已，心转明理，见阎浮提，其四海内，凡夫心狭，不得令广，若广大者，摄心令环，其四海内，以铁为山为界，见此海内满中佛像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，皆使分明，一一相好，有无数光，若于众光见一一境界，杂秽不净，从罪报德，复因更起，扫兜婆徒弟，造作净仇，谦卑下下修诸忏悔。这个这一段补充一下啊，等到你佛像关起来，自己开眼闭眼看到都是光了，都是光明，佛像也很清楚，但是这个光明里头啊又不干净。譬如一个禅定修持人，假设突然在境界里头看到黑光，那当然是有灾难的事，很不好啊。等我们眼睛这样拼命揉揉了以后，眼睛前面也看到很多光，故意刺激它发光，这个里头有黑点或者黑色，很不好，那就是有灾难。假设要很红的，非常红的这个光啊，也不好啊。太红的光要魔障，乃至于太火黑光，也可以说在身体上讲这个下部的毛病，身体以下有毛病，内在红色的呢血压又高，在外事来外面的事情讲有魔障，绿色的很严重，魔障的很严重的啊。当然最好是白光，最好是真光白光，这个里头有杂腐的光，就是表示有毛病，有时候有灰色的光，自己每天一前面自己一看很清楚，尤其要修持的人，你比如说不管你怎么修持啊，修持越好的人他的感应越灵敏，突然眼睛一个苍蝇一样飞一飞啊，你晓得有小灾难找你麻烦啊，你看要不要修，要接受没有关系，不接受你就要想办法啊。那么在这里稍微告诉我们，观复光观出来的这个境界里头有杂物不净，这就是念报要来现前啊。诸位，众事真百劫，因缘会遇是果报还自受，这个地方赶紧要起来扫都不徒弟，地下打扫干净，坦向涂抹，赶紧所谓净丑筹码，可现在人不用用念佛珠，只要一颗一颗计数，赶紧礼佛求忏悔，拜佛求忏悔啊。
啊，晓得这个现象，就是说重整这个谈道场环境啊，赶紧拿到数珠啊技术礼服拜服祈求忏悔，复当安心，复当安心正念一处，如前观相不缘于事，闭观相眉间，观相眉间以次第观其余诸相，一一相好皆使分明，若不分明更复忏悔作诸苦役，然后摄心。观不清楚的人这就更要忏悔，为什么观不清楚啊？你心中的乌云是吧，障碍太大，孽障太大，观不起来。嗯，然后摄心如前。还有一句话啊，忏悔除了忏悔以外，最好自己啊多做苦役，做劳动，做劳动啊，你说那我多拜几次佛，那还不算劳动啊，多做一点为大家为别人应该做一点的劳苦的事，劳及筋骨的事情，那这个道理啊，所以有一句话啊，是劳在善心生，一个人适当的劳役，慢慢就引起善心。所以孔子也说过，小人显居于不善啊，自己啊四体不成，五谷不分啊，悠闲到极点，一天坐在那里叫做修行，实际上是变成了不好呢，就是小人显居为不善，反而招。所以这个叫重点呢，就告诉你要做很深的忏悔，同时要做一切的苦役，自己拿苦头给自己吃，去休息了。以后上课以前啊，你就叫负责帮忙整理也好，就是第一要分的也好。情长久。